足球金童贝克汉近期推出纪录片《贝克汉》，其中提及了在19年前与助理瑞贝卡的婚外情。贝克汉的妻子维多利亚表示，这是她人生中最不幸的事，甚至开始埋怨老公。但为了支持老公的足球事业，只能压抑自己的愤怒。而贝克汉则坦言，看到妻子受伤，让他感到很难过，因此选择为了家人而战。相关内容曝光后，许多酸民涌入瑞贝卡的社群，对他破口大骂。起初，他以正能量应对酸民们的谩骂。而日前，瑞贝卡受访时却开口指责贝克汉。据外媒报道指出，瑞贝卡在采访中表示，他能够理解贝克汉需要维持自己的形象，但对方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，看起来就像是编故事的骗子，因此呼吁对方别再推卸责任。